刚才归置厨房发现了一包陈年老料，这去年冬天买的，放到橱柜里给忘了。9月1号就要过期了，马上就要过期了，所以作为咱这个正经过日子人，不能浪费啊，我得去甩两杆。真没想到你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。6月6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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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是这种感觉，新潮式的表演。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吗？就这么说话呀？那我也会呀、啊。哦，你会说啊？说一个我听听。今天的第一条。就是语言包装，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。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，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。哦，你会说啊？说一个我听听。这是今天的第二条，但是有点小，我们给它放了。前段时间已经立秋了啊，但是天还是这么热，今天就不钓了，实在是有点热。刚才是钓了这个一大一小，小的我给放了，大的呢就带回去这个片成鱼柳，做水煮鱼用了。行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，拜拜。